进来。是阿伟吧？你们，你是李家驹吗？我是。有什么事情吗？你涉嫌和一起经济犯罪案有关，请和我们回警局协助调查。这是传唤证。我？不会吧？我们投资的国有股转让项目是经过国家批准的，我这里有所有的法律相关文件以及批准的复印件，全是合法的。你们搞错了吧？我看是你搞错了吧。有人起诉你伪造签名罪、非法占有公司财产罪。这是干什么？我是这个公司的副总经理，还有财务总监，有什么事你找我吧。你叫欧静？是啊。但我们找人是厉家驹。你们找他干什么？厉家驹涉嫌和一起经济案有关，需要和我们回警局一趟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犯法的。我说欧静啊，这犯没犯法他不是你说了算，那是由法律来衡量的。现在有人控告他伪造签名罪和非法占有公司财产罪。李家驹，你签字吧。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窃取的。你们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既然来了就一定有证据。签字吧。的时候也是厉哥替你签的名，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话呢？那是因为把他当成朋友。厉哥一直是你朋友，以前是，现在不是了。
你为了一个外人连家都不要了，你有没有搞错呀？啊，阿静，你冷静一下好不好？我冷静，让开。阿静，你这样做真的很过分了。啊，好，就算不由衷的，你们两个孩子想想吧，你这么一走了之。我不是不要我的孩子，我也不是不要这个家，我只想出去冷静两天，可以吗？你这个孩子说我去外地出差，过几天再回来吧。I want to inform you about our company. 86亿美元，盈利为7.6亿美元，我们的利润增长率呢是186%。这份决算表是本公司自成立以来所有决算表中最漂亮的一份。这份决算表一周后公布，如果你们现在开始购买公司的股票，只要不被证监会抓住 I don't care， 我当作是对你们的奖励，是你们应得的，因为你们干得太漂亮了。 That's good idea。 咱们当中啊，没有一个是鬼佬，也没有一个什么香港人新加坡人，全是一帮油条大兵撇拉丝伟大的表叔们，就是我们这些表叔们贡献了公司今年利润的70%。他们什么北美公司、欧洲公司加到一块还没赚到你们一半呢。怎么样，千言万语汇成一个字，真他妈飒。真他妈飒是五个字啊，段子。最后一个字才算，你懂不懂啊？哎，我要是说金光闪闪的12个大字，你是不是还得把脚趾头搬上来算算啊？啊，大海航行靠舵手，干革命主要靠的是正确思想，我们能有今天靠的是谁呀？是谁呀？老马可以家具。好了好了，都坐下。阿伟，哥跟你说过多少回，你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，你会连累阿静一辈子的。你去哪里啊？去公司上班。公司今天没人，明天吧。我要去上班。明天我陪你去，乖。明天星期一。明天星期一。卖掉公司所有的财产了，还有那个南方缝纫的股票也卖了，你知道吗？还有那些卖掉的股票把我们还了银行所有的债款，现在我们没有任何债务了，也轻松了。
以后我们一家人可以好好的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。开工了。这是你的新办公室，喜不喜欢？渴。渴啊！我给你倒水啊。啊。